在大学餐旅管理学系一年级的赖玉轩创作的果雕作品《柳暗花明》是荣获2022 TIC 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的铜牌。我给这个主题曲《柳暗花明》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跟不上其他人的脚步的，在练习的过程也很辛苦，因为手不习惯啊。在经过很多次练习的跟熬夜的辛苦之下，在高中三年终于出来比赛。在三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想要放弃，但后来想想都已经坚持了三年，就不可以这样子放弃。同学表示柳暗花明很适合形容自己的果雕学习之路，为了比赛他反复练习，让自己可以在两个小时左右就完成。那去参加我们第一次在学校里面也是第一位那参加果雕比赛的一个学生，那他在高中时期那也很勤练的三年，那就是完全没有出去过，也没有比赛过。那这次因为因缘际会，那餐旅系派玉轩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也很荣幸在这个台北国际赛里面拿到铜牌的一个殊荣哦。台大学餐旅系培育多元化的餐饮人才，不只是中餐、西餐、烹饪，还有果雕、调酒等面向，也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加入台大学的行列。台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